新鲜空气，人都健康啲啊！家私同厕所我日日都抹噶。手冇细菌，记得用1:99嘅稀释漂白水啊！时时倒啲清水入渠口，臭味同昆虫都唔会入屋噶啦。仲有嗰啲渠位唔好乱咁改嘛。垃圾要放好，唔好拎出去乱咁抌啊！乖。如果企干净唔难啫，一于时时做咁先系健康之道。家家卫生，全城放。